官人为何不休息一夜，明日再归呀？啊，洛阳的几位山长要与书院进行一次文武联赛，我提前回来筹备布置。是三大书院联合对宜阳书院吗？嗯。哎呀，这几个人呢，我看是没安好心。官人，为何不想办法推掉呢？哎，娘子不必担心，只是普通的交流，对学子们是有好处的。此番心思无非是想联合起来折损宜阳书院的声誉吧。毁于游人，问心无愧便是。希望宋学学子能够望风披靡，一举拿下联赛。娘子是不是要说所向披靡啊？不一样吗？输赢不重要，望风披靡也好，所向披靡也罢，开心最重要。哦，对了，官人，嗯，萧雨被张夫子开革了。为何开革？好像是伤人。哎，其实也不过是小孩子打打闹闹罢了，罚罚清扫也就算了。我在想，会不会判罚太重？传中那边该如何交代呀？嗯，娘子不要担心，明早我去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确实是萧雨触犯了萧规，我相信传中也会理解的。嗯嗯，放心吧。嗯，官人，嗯，这么晚了还看书啊？这书院的事是事，官人的身子也是事啊。哈哈哈哈。好好好，不看了，听你的。我们去休息吧。好。走。